部现在在跟那个不是保护那个可雅吗？在对抗那个洛克船长，结果他其实是潜伏分子，他根本是想侵吞可雅的家里整个财产，而且他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政治人物很像，政客很像，就说第一个他是黑，对，然后得到金，然后漂白，对，漂白以后想做大大就是有钱人士，上流人士，对不对？然后接着还要把跟随他去杀人的那群海贼要抛弃，抛弃而且灭口，对，然后湮灭过去所有的历史跟证据，啊，不过没有那么帅啊，倒是现在这些人还没，没那么帅，现在台湾政客没那么帅，但是他的那个行径跟台湾政客很像，对，那个骗人部，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很可取，他虽然平常会吹牛，也会说谎话，可是他面对关键时刻，他就挺身而出啊，打死不退啊，对啊，其实我喜欢可雅，因为我喜欢那种苍白的，瘦弱的，但我不喜欢波的，所以我不喜欢波霸平胸族，就对，其实可雅没有平胸族，可雅看起来其实差不多等于比平胸族要好一点，小西啊，没有没有，他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，可雅应该没有胸部，应该没有这么多集，但是我喜欢那种看起来有点瘦弱的，然后有一点。有一点点的神经质，那一种忧郁神经质。OK， 我大概一天可以看到4到6集吧。OK， 但是听说 DVD 有上百集。对，所以你还要，我说大概还要2、3个礼拜。可是我就要慢慢看才有意思。对，没错。慢慢看才有意思。我们就随时再来转播最新进度。要不然太矫情了。对对对对。来，我已经辛苦了。好，拜拜。